大家好，我是海漂小白。我的视频呢都是记录我在加拿大生活点滴，还有一些跟我工作相关的关于留学和签证知识点的分享，希望可以帮助那些西亚小伙伴。今天对于我来说呢算是比较神圣的一天了，因为我马上呢就会接受洗礼 baptize 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catholic。 其实我个人本身吧，最初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对这个教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吧。一提到教，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仙剑奇侠传》中派月教教主的模样，所以原身是比较抵触的。但是呢在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遇到了很多的人，让我逐渐对这个教吧产生了一点点兴趣。因为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缘分啊、运气啊，这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事情就这样神奇的发生在我身上了，让我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暗中的帮我啊、推动我。但是首先呢我也是非常努力的，我还是相信努力的人运气都不会差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契机吧，让我觉得我想进一步的再了解一下。再其次吧，我觉得有宗教信仰也是不错的，就好像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怎样的，死亡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终结，也可能是我们另一个篇章的开始。所以这边很多的西方人为什么在生命弥留之际选择放弃治疗，而想更多的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听着舒缓的音乐呀，点着那种香薰的蜡烛，然后畅谈以往的几十年的过往，就这样非常安详的走掉了。所以而不是说在手术台上挣扎，所以就让我觉得好像有信仰还是挺好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支撑的我们。还其次呢，我要是成为 Catholic 的话，我的孩子呢也会上这边的 Catholic School。在我们这边呢 Catholic School 的排名还是要比 Public School 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不错，一箭双雕。现在呢我正在去教会的路上，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看我如何受洗的话，那就跟我来吧。Hard to know, like, 1 minute is really long. Yeah, yeah, yeah. It's like, pop up. So, we're going to change. Be seen with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I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I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Catholic 天主教。